穿太辣了，需要盖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水水。Hello， 我叫佳琪。Yeah. 然后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合作。嗯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爱唱英文的歌，所以我们要带来的也是英文歌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听了。好，我们带来一首就是 Officially Missing You， 谁的歌曲了？好，不管是谁的歌，我们今天就来唱这一首。我不会念他的名字，什么 Tamiya 哦，之类的。我们就是属于会讲话的吼。我也不太会讲话，是吼。可是我一讲话就会很吵，就会停不下来，所以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。啊，这是我最小的妹妹。妹妹叫什么名字？你要介绍姐姐。叫阿里。对。好。I'm official.
唱一次。不行了，我后面也这样很多场哎。你们都没有介绍你们自己啊？有。我们不是介绍了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佳琪 ，A.K.A. Beauty， A.K.A. 佳琪，啊 ，A.K.A. 我叫水灵，水灵 ，A.K.A. 水水，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，什么？哦、我们下一首了吧？好，来，我们下一首是，还是下一首换那个这个观众？要上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吗？对，哦，好，那我就继续留在台上喽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英文歌，就是我就是喜欢唱英文歌。这首是大家知道 Norah Jones 吗？嗯 ，Norah Jones。Yeah。这首叫 Don't Know Why，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唱这首。没有啦，其实是那个就是其中就是那个音符推荐我唱的啦，这首。好。好。那我们就来听喽啊！讲错了，是水水。好，然后今天要帮我伴奏的是，就是甜瓜的，这谁？杰伦哥，音乐总监甜瓜的，很厉害。好。
来，下一首我好像还有下一场。好，谢谢。